选定以赛亚书54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就开阔你布片的地，放大你徛起的帐幕，毋通限定，就牵长你的索，坚固你的枝仔，因为你要往倒往正来开阔，你的后裔的确得着列国作业，搁予拍远的城有人徛起。下面咱们用俄罗斯歌来俄罗斯咱的上帝。即时，咱要三角阿头来祈祷。活命的源头，造化的主，阮的天父上帝，你不但创造生命，也体贴疼惜生命。伊照顾大小项的活命，就是一只赤鸟仔，你也用心看顾。何况阮是照你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特别是阮才会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成做你子子的人。你有许许多多的恩赐、才能，予阮伫地上做生活的帮衬。你也许许圣神，予阮失志的时得到安慰。活到一时，得着扶持。创造万民的主，你是满有怜悯的天父。阮所有的一切，拢是你所想事。予阮的是你，体起的也是你。你是公义、佮怜悯的主。
因为你的念头赢过人的念头，你的道路较宽过人的道路。阮袂话通测度你的作为，总是阮知你是慈悲怜悯的上帝。主啊，伫即届阮的故乡台湾所发生太鲁阁的公安的事件中间，阮看见济济阮的百姓伫即中间来失落因的性命。主，阮恳求你怜悯，搁伫即个世间因的亲人。无人愿意看到即落款的事发生伫阮的中间。总是，主，阮毋知你有啥物特别的旨意。阮心百般艰苦，因为阮失去至亲呢，特别是伫遐有济济受难的家庭，甲因的亲人，为着因失去至爱、至疼家庭的成员来伤心流目屎。总是主，阮恳求你的怜悯，甲因三脚之地，擦消因的目屎。予因搁一摆，我靠主你来徛起。阮未会了解为虾米即个代志会发生。总是主，阮只有仰望伫你全能的圣手，要来医治即块土地，要来拯救即阵属伫你的儿子。阮恳求你，搁一摆安慰遮的遗族，也予伫第一线救援遐个员工，遐个济济属伫你个囝儿，通啊尽心尽力来安慰遮个伤者，也安慰遮个失去至亲个人。阮也恳求主你个圣神，大大包围伫因个四周围。但愿在你已经接引去，也伫天顶享受永远个快乐。但阮特别为着台湾的政府、救难的单位，坐坐伫这中间，出钱、出力、出工，安慰人的，恳求你纪念因所行所做，让这块土地紧紧来恢复。上帝，你的旨意也行伫这块岛屿的顶面。予因真做上帝拣选水的地，但阮伫远远的国外，阮只有用祈祷将因载到主你的面前。你的确安慰因，你的声要伫因的中间，用因来讲话。主啊，阮若为着疫情，恳求你紧紧来，予阮得到逃亡。予即个疫情紧紧过去，因为主，阮意爱来到主你面前，已经真久，阮无法度伫阮所爱去的教会三甲伫遐聚集吟诗俄罗上帝。总是阮知你的时间要到，你要予阮通啊，搁一届恢复实体礼拜、三堂敬拜、欢喜吟诗。听主的话，伫阮的耳孔，伫阮的颈椎的中间。但特别为着阮所听，阮的兄弟，因有身躯软弱，因有病痛伫因的中间，因有拄着患难，心神软弱的。主，你是快乐的来源，稳定祝福的源头。当阮人行无路的时，阮要活转靠你的面前，在你的脚前，阮向你恳求，愿你伸你的圣手来帮助阮，恢复阮到伫你所创造阮的时的样，互阮享受对天顶来无限的稳定甲祝福。因传阮的教会也帮助阮。阮的教会是你所设立，
阮伫遮徛起，也是你水的旨意伫阮的中间，将阮家己过一届摆咧伫主你的脚前，你为阮抹油，为阮除去一切歹恶担当的事，互阮欢欢喜喜拍开心门，阮过一届迎接主入来伫阮的心中。但阮也少年伫早时，你所教示阮的基督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犯，因为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的，到代代无尽。阿门。天文十八篇，诗篇九十篇。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遮的山也未生出，地甲世界你也未做成。对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予人归途，讲恁世间人着活倒转，因为在你看一千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佮亲像民间的一天。你亲像用大水把因流去，因亲像困一醒，因亲像草早起时无声，下昏时受刮就孤单。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佮阮对你的发性来惊吓。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将阮温柏的歹摆伫你的面的光明中，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生气，阮的年岁过了，亲像吐一个气。阮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那是臃肿通到八十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伊紧紧过，阮就爬起。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予阮得到智慧的心。耶和华，要到几时呢？求你倒转，为着你的罗卜来回心。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予阮满足，予阮一世人欢喜快乐。求你照你的苦楚，阮的日。叫阮拄着患难的年，予阮欢喜。愿你的所作对你的罗卜显现，你的阳光对因的子孙显明。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坚固阮的手所作的工，阮的手所作的工，愿你坚固伊。
这时阵，咱们三甲来中读上帝的话。今仔日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请听我来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已经食早顿，耶稣答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子西门，你听我较赢食的吗？”因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答伊讲：“饲我的羊仔仔。”第二摆，佫答伊讲：“约翰的子西门，你听我吗？”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答伊讲：“照顾我的羊。”第三摆，答伊讲：“约翰的子西门，你听我吗？”彼得因为伊第三摆答伊讲：“你听我吗？”就又问答伊讲：“主，你无所毋知，你知我听你。”耶稣答伊讲：“饲我的羊仔，我实实答你讲，你少年的时用大家己把，照所爱的来行游，独独到老，你要伸手。”别人要拔你，带你到无爱去的所在。耶稣讲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来荣光上帝。已经讲安尼，就答伊讲：“地我，这是上帝的话。”祝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我要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这段经节，来跟大家三个开听上帝的真理。我要用这个题目叫做“耶稳”，来跟大家三个分享。为什么用这个题目？稍等下，我来跟大家说明。前几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知影在这次台湾发生真重大的公安事件，就是泰鲁格的火车因为弄到一台工程车来造成很大的损失，不然火车派去要有50个人因为这样来丧失他的性命，有将近200个人来受伤，其中有一家四口原本要回去花莲来扫墓，却不幸在这次的车祸中间来宋世英的爸爸跟两位真优秀的少年人，只有剩一个太太活得悲惨的事件。后来我才发觉，这位爸爸竟然是我在淡江中学三年中最好的同学。我们若同班，我也同款在学校在工作，在固修礼拜堂。因为必须爱是牧师的子才可以担任这个职务，所以很多同学都取笑我叫做庙公，也是叫做钟楼怪人。只是对高中毕业了后，伊就搬回去花莲玉里，我就失去联络，到这阵我犹原在找伊，无拍算。当我又一次找到他的时候，是在这次火车事件的死亡名单的顶面，心中实在是有很大讲不出的艰苦。这位同学和他的太太，他们都是花莲玉里的牧师家庭中大汉，他们深受祝福，两个孩子在运动方面都有很杰出的表现。只是让人想不通的，一个好好的家庭，为什么上帝用这种方式来疼离因？只剩
年老的乡亲甲伊的太太活着，虽然是安尼，这两对退休的牧者夫妇，犹原伫艰苦的中间，我靠上帝来站起。像是这个消息，也阁予我一届的警醒。人的一生拢伫上帝的手头，多一天，或是用什么方式，上帝要调咱去，咱完全无法度做准备，也唔知要怎样准备较好。做一个基督徒，咱只有伫每一日的中间，尽心尽力来完成上帝所托付咱的工作，紧行天路来跟地主来行，才袂亏欠上帝对咱的恩典。这是咱三更阿头来祈祷，主必听堂的爸，阮为着即届伫台湾发生火车事件中，算是因宝贵的性命，也是受伤阮的同胞，阮恳求主你的安慰，时时甲因伫的，安慰因，安慰因厝里的每一个人。主你是怜悯的主，全能的上帝。虽然不幸的代志一再会发生，总是阮搁一届警醒阮家己，天做主的工，无提示。愿你的心伫阮的中间坚固阮，互阮真正来跟得你，得你来行，得你来做，来得主你的欢喜。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阿们。在今日的经文中间，是记载耶稣三次问彼得：“你有听我无？”的一段经节。原本我想要用耶稣三问做题目，总是当我咧准备这篇讲道时，突然间有一个灵感，想起一出电影叫做《叶问》，一对武术的坚持个斗志。会使为着武术来放弃一切，伊的家庭、伊的财产，亲像耶稣对听、对上帝国的真理的坚持一般。所以我决定用叶问来做今仔日的题目，详细要借着相款的音，叶问、叶问，希望会使帮助咱的兄弟，更加会记得今仔日咱要学习的功课。真侪圣经学者认为，《约翰福音》到第二十章就已经完全结束，因为第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安尼讲，耶稣伫学生的面前，阁惊真侪侪新约，无记伫这本册，独独只会互恁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子。信就伫伊的名得着活，亲像一本册的结尾一样安尼写。所以人认为《约翰福音》应该是到二十章就结束。总是作者约翰伫落尾将这段真重要的记载补起哩，是搁要一概的强调耶稣来这个世间。除了传讲上帝国的道理以外，为着世间人的罪来死搁活，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是要教示咱顶头生真重要的意义。但是伫这本册的中间，上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呼召百姓来跟随伊啊。呼召百姓来跟随伊，真做约翰伫落尾真重要的一个课题。伫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这段的记载中间，规个门徒选择转去掠鱼，只是规暝拢掠无鱼，
到伫天曝光诶时，国外诶主出现伫海边，爱因爬网伫正手边，结果抓到153尾鱼。即时彼得发现是因诶主来啊，就放下一切走远伊。当然，耶稣带因讨物件食，伫食了后。耶稣三次问彼得：“你有听我无？”问到彼得心内真艰苦。若要用一句今仔日的话来讲，就是重要的代志拢爱问三遍。耶稣三遍问彼得：“你有听我无？”总是伊无得到伊想要得到的答案。在希腊文中间，听这个字有四种无同层次的意义，无亲像中文一个字讲到底。在希腊文中间，将听分作四个等级。咱知影第一个叫做阿加佩，阿加佩就是无私、无求报答的听。第二种叫做菲利奥。菲利奥就是亲情，也是兄弟姊妹中间的疼。咱知影伫美国东岸有一个都市叫做 Philadelphia， 咱讲叫做费城。都市的意思就是咧表明兄弟的疼，因为这个字是对希腊文的单字 Philia 甲 Delphia， 就是疼甲兄弟来组成的。所以是在讲兄弟中间的那种疼。第三个字叫做 eros， 就是男女之间的疼。第四种叫做 astagos， 就是敬疼。你看到长辈，你会对伊产生尊敬的那种疼。当然，后边两种不是咱今仔日所要讨论的。咱今仔日直接要来讲 agape 甲 filio。在耶稣甲彼得的对话中间，当然搁一届，咱来用这会听的希腊文原字来藏在因的对话中间，咱就会真简单来看见到底耶稣在问啥，彼得在回答什么。咱先为第一个耶稣问彼得。也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1:15的这段对话，咱来看内底到底耶稣的梦想。耶稣安尼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阿卡贝我较赢遮的吗？耶稣真明显在问：你有阿卡贝我赢过遮的吗？彼得答回答：主啊，是。你知我 filio 你，我 filio 你，同款是一个听，有两种伫即个经节中间有出现两种无同款的表达方式。当然，耶稣伫遮咧问，较赢遮个吗？遮个是咧指彼得的船，伊的希望。伊的谈判，耶稣的意思是问彼得：你听我是真正听入心，无私的听，通啊为我所坚持的真理来放下一切的物质吗？彼得真有信心的回答耶稣：你知我听你，总是彼得唔知影耶稣咧问啥。伊敢那答你，甲耶稣讲：“我菲利奥听你，意思就是讲，我把你看作是我的兄弟啦，我把你看作是我的先生，甚至比亲人较亲，也赢过一切身外之物。这点真正是无假。当耶稣第一届呼召学生、呼召门徒的时，当伊看见彼得咧抓鱼。”就答彼得讲：“你来对我，我要让你得到人亲像讨鱼的。”
记载伫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到十八节。看见彼得的反应，伊念边离开网来得伊啊！伊看耶稣真正超过伊所有的一切，伊愿意放弃。耶稣第一届咧招学生来跟队，伊主要是爱学生通啊用因的目睭来看，耳孔来听。并实际参与伫耶稣传福音的工作中间，彼得有通过耶稣的第一个考试哦，所以耶稣才讲：“羊饲我的羊仔囝，就是爱伊为羊仔囝开始过去。”换作今仔日，若是彼得伫咱的教会伫遐来徛起，伊收到一部分的助就了后，点菜咱会使。讲彼得，你可能真适合去因带遮个无道友个班呐，因为因所需要个是真基本个信仰个知识。所以伫遮，当耶稣第一摆问彼得，你有阿卡伯我无？其实耶稣意思是讲，你有法度为我放下一切。以外，你阁爱放下你的性命的事。彼得无了解耶稣的问题，伊就回答讲：“耶稣啊，我看你是我的亲人，比亲人较亲的。”所以伊讲，伊回答：“我菲利奥利。”总是这毋是耶稣要得到的答案。第二遍。伫接续落来，二十一章十六节，耶稣阁问彼得：“约翰的囝西门，你阿加佩我吗？”同款的问题，耶稣阁问一遍。总是伫第二届了后，彼得认为主啊，是你知我菲利奥你，我听你。彼得一直在问，他到底不是问过啊？为什么你即马跟我问一遍？伊家己心内犹疑，检视伊的回答无达到耶稣的标准。耶稣第二届问彼得：“你阿卡佩我吗？”伊是在问你，敢有这种无私的疼，愿意为我放下你的性命？第一个问题已经跟你讲物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跟你讲，除了物质以外，你敢有愿意为我放下你的性命？你敢有看上帝的真理较赢家己的性命？只不过这届彼得阁是回答：“你知我菲利奥你。”我依然看你亲像伫信仰顶面，我的老师，我的先生，甚至赢过我家己的亲兄弟，我的亲人，总是敢若无到耶稣所咧讲的迄种阿加伯的等级。我相信主耶稣认捌彼得真深，伊知影彼得的个性是勇敢，佮热情那会。非常冲动，总是无耐心。咱知影，这件艰难的事工，想要去推动，那是无有勇敢，搁火热的心是塞袂动的。一个有热情的人，有动力，通啊激励伊去完成伊的目标。总是伫咧完成目标的这个过程中间，你唔是干那有勇敢甲热情就好啊。你阁爱有非常坚定的意志力，唔惊失败挫折，坚持的忍耐，不断的奋斗，才会得到将来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总是这个是彼得所欠缺的，伊有勇敢的心，伊有热情的火，真容易去互点着。
总是三分钟的热度，一时啊就花去啊。就亲像圣经记载，当因伫克西马尼园，伊热情佮冲动地讲：“我会使为主来死，我也愿意。”总是到无几点钟久，伊竟然三界无认主。当伊面对遮个问题，伊的勇敢，伊的冲动。整个刷火花去，拄到自己的性命，伊刷马上甲耶稣切割，讲我甲伊无关系，三界无认主。信仰的路程唔是亲像咧走一百公尺的比赛，咱伫前几礼拜也用四讲咧讨论信仰的马拉松。就是这个道理，耶稣召学生来跟随伊，不是希望因干那有三分钟的热度，退休了后就走到找无人。总是今仔日的基督徒所面临上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当一个基督徒和上帝蒙到，也是你。所求的代志，上帝成就你的时，心内感动，甲讲：我要接受洗礼，我要来信这个真正的宗教，我要信上帝，真活的上帝。但是，当伊洗礼了后，拄到一点啊患难，就不断的埋怨上帝：你哪会无听我？你哪会无听我的祈祷？你哪会无看过我？甚至怀疑。当时自己所做的决定，刷来离开这个信仰。所以耶稣第二摆问彼得了后，伊应伊讲：照顾我的羊啦，照顾我的羊啦。这个时阵，耶稣大概摸到彼得的心态，照顾意思只不过是针对羊群的需要来补足。因伫肉体生活上的需要，讲较简单嘞，就是做一挂看头看尾的工作。对伫彼得三界无清楚，耶稣在当彼得面临性命危险的时，伊检查无法度选择，敢是要为羊来死，为真理来赔命，因为彼得的心也未准备好。总是耶稣在耶稣的意思是彼得已经会使伫信仰中面有一部分的提升。国讲回来，今仔日那是彼得伫咱的教会，兼差咱会指派伊本来是去无用无道幼班，会使升级去教遮的基要真理班啊。我接下来21:17，耶稣第三次问彼得，但是这次耶稣已经知道彼得实在是无法度达到伊所想象的这种阿加佩的程度，所以耶稣就降低标准，改问彼得安尼讲：约翰的子西门啊！啊，无你到底有腓力奥我无？你到底有腓力奥我无？无你达未到阿加伯，无你至少嘛有腓力奥。彼得大回答：主啊，你无所唔知，你知我真正是腓力奥你啦。讲要为你放下性命，检查我心肝惊惊。总是你讲我疼你，赢过我的兄弟，赢过我的亲人，这是真的。访问三界的彼得，这时已经是见笑当忧伤，伊无受气，只是真无奈的对耶稣讲：我实在是尊敬你，我实在是疼你，赢过
世间人赢过我的兄弟，赢过我的亲人。总是我要讲老实话，我无法度亲像你听世间人迄种阿加皮的听一样。彼得的软弱，伊家己知影，伊知影家己不配，也未堪得承受主所托付的这个大工程。特别是当主耶稣三次向伊表明，伊的信心原来是100%讲我腓力而立。总是第二次耶稣讲问伊的信心去予打对折，剩50%；第三次佫打对折，剩25%尔尔。总是无因为安尼，主就看轻彼得的软弱啊。主无看清伊的软弱，伊的缺点，总是看重伊的疼有偌深。主知影彼得无得做到阿加佩的迄种顶级性，迄种程度，总是至少伊知影伊有满心的疼，迄种腓力的疼来疼耶稣。伊知影伊疼伊偌深，伊也知影伊有疼就有力量啊，有疼就毋惊责任搁重搁大搁困难。反倒转来，主利用彼得即种有瑕疵的疼，谦卑来答伊讲，来养饲我的羊啊。养饲的意思是，原来是比照顾搁较困难。照顾就是，互你食会饱、穿会烧就好啊。总是养饲，你都爱知影羊真正的需要。伊患病到底病伫啥物所在？伊为虾米遮尼瘦？为虾米伊遮尼身躯无好势？你都爱了解羊的体质，对症下药，才有法度照顾好每一只羊。第三届，彼得显明伊家己的软弱，总是主在伊的软弱，犹原阁治愈，予伊真正通啊对心底来反省。伊甲上帝的关系，伊甲耶稣基督的关系，伊甲即个真正真理上帝国的关系。彼得予主耶稣会听。完全幸福啊！第三摆的你听我吗？实际上，主耶稣已经 upgrade 彼得的腓力哦到阿加佩。主耶稣要来，唔是要来拣迄个上界优秀的来做伊的门徒，总是伊要拣。要护掉彼得这种有瑕疵、无完全、有欠缺的人，来做传福音的事工，来跟着伊行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跟着伊的脚步，为福音、为真理来死。耶稣第三次问伊，是问伊讲：“你要跟我来死无？”这条路原来是真困难，无人会为着一个你所相信、所坚持来丧失你家己的性命。总是主耶稣安尼激励彼得，勉励伊，虽然伊无完全，也予伊真正得到大大的激励，愿意跟在耶稣行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跟在伊的脚步。所以耶稣在路尾跟伊讲，伊讲：“你来跟我，跟我的意思，伊是讲，只必定要怎样死来荣光上。”唔是要怎样？但伊讲，你会使为着我的福音来做以色列的王，来做以色列的领袖，反倒是为着这个福音
怎样来死来应跟上帝？这都是今仔日耶稣伫遮三问耶稳的将上大的目的。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耶稣安尼对学生讲：人若爱地我，就看无家己，也伊也是一个来地我。咱知影是一个是一个死亡的咒诅，总是因为咱的主，从挂伫顶面，挂伫叉骨，伊正做阳光的记号。当主咧呼召咱，请唔通袂记哩，咱就爱举起咱的十字架来跟随伊。虽然亚起十字架看起来敢那亲像走向死亡的道路，总是这条道路是搁活搁新的道路。今仔日耶稣来呼召你，呼召我，要来跟随伊，你有愿意回应伊无？结论。我要用一出在1992年的电影，叫做《修女也疯狂》，英语叫做《Sister Act》，的中间一首诗叫做《I Will Follow Him》，来让咱三甲来思考，当主耶稣伸出伊的手来讲来得我的时，你敢有愿意来得到这份上等好的祝福？Thank you.
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啊，我知你听我，总是我会听，无法度亲像你听我一样。我也是会想着家己，无论我的物质、我的生活、我的性命，我无法度亲像你为着世间人来死。总是你呼召我做你的工，你爱我也去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你。我无要提示，因为我知这个死亡的救助要成做阳光的记号。我想念这个阳光的时刻，跟你同站起，愿你跟我在地，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来跟随你无散。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要参加来共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记载伫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咱要参加来读两遍。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来对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喜的。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来对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喜的。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下面是消息甲报告。第一项 ，TPC 的牧师团已经决定 ，TPC 联合网络礼拜将要伫今年度的六月底告一段落。过去的一年，咱多谢上帝的引带甲带领，予咱有缘透过网络三甲来敬拜上帝。也多谢每一位兄弟啊，伫过去日子的支持、关心甲带导。予咱诶，即个 TPC 联合啊网络礼拜堂啊顺序进行。即、这个时间虽然暂时到一段落，总是有缘啊邀请兄弟继续关心 TPC 所有诶时间。第二项，本年度诶母亲节是伫五月初九，虽然啊教会暂时无法度聚会来庆祝母亲节，总是教会有缘第一。啊，有准备一份真实用、搁赞的礼物，要赠送予每一位妈妈。啊，若是你有时间啊，有出外，会使来教会来领取这份礼物。啊，伫每礼拜四有聚会的时阵，就是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欢迎你来教会来领取这份实用的礼物。若是你无方便出门，也是你的时间多合袂好势。请你也予牧师知影，牧师会使安排专人，也是亲自送来给你处理，予你。啊，大声先嗯，每一位妈妈，祝恁母亲节快乐。第三项，大多数项有关为着台湾太鲁阁火车公安事件，所有的受难者，也是受伤的。时时的恳求上帝的安慰甲扶持，以及甲因同在，也为着咱的政府，为着咱的救灾人员，为着一切伫这件事件中间的人员，啊，恳求上帝大大施恩赐福，祝福因纪念因所行所做，也好啊，这个事件紧紧来过去，特别为着疫情啊受控制。啊，各一届恳求上帝掌管伫疫情的顶面，予咱的教会通啊紧紧恢复实体礼拜，咱的生活、社会、经济拢通啊恢复正常，也予咱紧紧登去教会三个组织来礼拜。祈祷中特别为着身躯软弱、心神欠缺，咱的兄弟来代祷，啊，也为着咱的长辈，为着每一位啊，咱的兄弟。恳求上帝的一滴扶持甲祝福，稳定满满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以上是这礼拜的报告。奉献免税，请咱家己来看。感谢上帝，伫这段时间，虽然无多聚会，犹原第一伫上帝的圣工，甲上帝教会的需要，也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属于伊的子子。
感受到伊的奉献是上帝所欢喜，的确有济济恩典对伊遐来临到伫咱中间。阿门。领受属天的祝福，愿国话的主守住真话的生命，愿全能的上帝守住智慧甲稳定，愿圣神的相通常常伫咱的内面。对这点，到伫永世代无尽。阿门。
Thank you.